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精，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精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轮酸Phosphoric Acidant Phosphoric Acid 磷酸，在同类疗法的磷酸呢，通常呢是适用于处理一些慢性的疲累的症状的问题。而这些这样的慢性的疲累呢，有时经历一些悲哀的经历，或者情绪的失落，或者是脱水发烧这一类的情况，轮酸的人呢通常呢都是个人很疲倦得来呢，是尤其是精神方面，就精神方面呢他是很疲倦的。那会有些人本身可能都体质都不错的，就是因为经历过一些疾病或者长期性的不断的疾病呢，尤其是情绪那方面的创伤，那么就消耗呢，令到他进入一个极之疲劳的状态。那么适用轮酸的人呢，本身的性格都应该比较温和的，或者一些小路仔或者后生的人因为呢成长得实在太快了，又高又瘦又黏瘦，咁出现呢就痛症，尤其是背脊痛啊、四肢痛啊，好似俾人揼亲嘅，我呢啲叫所谓叫成长嘅痛症。轮酸呢亦都可以用喺一啲糖尿病我有个案呢记录过呢有一个一型嘅糖尿嘅病人呢，因为呢係搞咗箍牙之后呢就出现咗嘅。或者有些人呢是因为去搞牙齿要做些倒牙根啊之类之类那些呢，咁自从做了这些咁嘅牙科嘅手术呢，就出现了这些极之疲累的问题嘅。轮酸的糖尿病的病人呢
通常咧系比较消瘦，唔系嗰啲唔系肥胖型嘅。啊，咁佢哋疲倦到咧，就觉得四肢咧系好沉重，啊，系情绪系低落，啊，无精打采，对咩嘢都冇乜兴趣，啊，要放弃工作。佢哋可能一日咧就瞓18个钟头嘅，啊，即系成个人咧直情即系冇晒嘅。咁通常咧，面部可能咧眼睛啊个四官咧系凹凼啊凹咗落去啊，有黑眼圈啊。咁个病人咧通常咧就系、是、可以咁系好虚弱疲倦啊，对咩都冇兴趣。佢讲嘢咧都系一个好即系好单调嘅语气讲嘢嘅，即系佢对好多嘢都唔再关注吓，冇、啊、乜所谓啦。咁亦都有个情况咧。是有一种出现嗰、那个轮酸呢，就是因为呢佢有啲人嘅过度嘅纵欲啊，长期嘅过度纵欲呢係跟住身体呢就係、是、透支晒啊，冇晒力，疲累晒，呢、这个都一个情一个可用嘅情况。咁所以呢轮酸呢好多时候呢係可以用喺一个主要嘅康复嘅疗剂。当个人好虚脱嗰阵时候咧，年纪大又好，啊，长期嘅疲累咧，咁呢个咧系用喺一啲因为可能肺炎之后吓、啊，肺炎之后啊，跟住个人咧就散晒啊，一阵不起，咁呢个咧轮酸咧个疗剂咧可以当一种康复嘅补药嘅。仲有一个情况咧，就有啲小朋友啦，就吐泻。但嗰种吐泻咧就系唔痛唔剩嘅，啊，总之佢有吐泻咧，个人觉得几好嘅，啊，个人冇乜影响佢嘅，啊，但系如果你一停止个揿住个吐泻咧，一停咗咧，个人咧即刻咧敏感啊，情绪低落啊，啊，脾气好暴躁，啊，呢种嘅好得意噶，呢种咁样嘅唔痛唔剩嘅啊嘅吐泻腹泻嘅小朋友，啊，咁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是、可以用喺一啲。前列腺的癌症啦，或者慢性的前列腺炎啦，啊，咁出现一种叫蒸馏，啊，咁即系话咧，嗰啲尿咧有少少好似奶色嘅，咁即系精虫咧，精液咧系泄漏，咁呢啲好多时候系俾一啲啊年纪大嘅男士里边应用得到嘅。好啦，咁轮酸嘅人咧，通常咧都好中意饮冰水嘅，冰冻加冰嘅水，或者有气嘅饮品，或者矿泉水，啊，或者咧系鲜榨嘅果汁加冰。咁喺呢一方面咧，佢哋好似轮嗰种型嘅人咧，系轮嘅型咧，都系好中意呢一种嘅汽水啊，啊冰冻嘅水嘅。咁轮酸应用嘅有时咧可以系一啲啲长者啦，有一个好。即系好深入嘅情绪嘅情感嘅嘅牵挂啦，啊，譬如一个可能一个个丈夫有癌症，咁啊太太咧就要照顾呢个丈夫，咁就一段长嘅时间，咁结果个丈夫都过身啦，咁呢个太太咧都即系因为长期嘅照顾啊，同埋咧咁多个月嚟嘅悲哀啦，咁进入呢个咁样嘅。轮酸嘅状态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系一种长久嘅嘅情绪嘅影响激动，咁有阵时可能焦虑啊、担心啊、或者施加啊、甚至乎咧过度嘅兴奋啦，呢种咁样嘅都一种嘅压力吓、啊，一种长期嘅压力，情绪方面嘅压力咧，系将一个病人咧系带入呢个轮酸呢、这个个景象嘅。咁有時你發現咧，佢哋咧就即係污糟糟、不修邊幅啦，因為佢都冇乜精力去照顧自己嚇，佢、啊、自己個外表啊、外貌啊咁樣。咁另外一種情況可以出現個輪酸嘅症狀嘅症狀態咧，就係、是、因為嗰、那個藥物嚇、啊、抗生素啊、鎮定劑啊啊長期嘅應用咧啊，都會導致呢種嘅輪酸嘅長期嘅疲累嘅狀態嘅。咁有仲一個咧，就係感冒啦，啊，咁感冒咧，因為感冒咧係導致個人咧係無精冇曬精力啦，攰曬啦。輪酸嘅感冒咧就係、是、好似嗰、那個Jalsimium 啊，即係温温頓頓啊，但 Jalsimium 咧
嗰、那个感冒咧系佢唔口渴嘅，但轮酸嘅感冒咧系口渴嘅。OK。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